Hello， 大家，今天来的话，三星一九色印最后一盘哑光深棕盘 Smoother， 这盘口碑非常好，是很多人的铁皮盘，一起来看看是不是正如传说中的无废色。其实全哑光盘还挺难画，这全盘棕色其实由粉调、黄调和橘调组成，如果选了和肤色不搭的色调或者混着用，就非常容易显脏。来画今天这个粉棕调的眼妆，拆开看第一排提亮打底色，我选这块粉棕调做过眼窝打底，第二排主色加深色，三块的明显看出粉黄橘三个色调，依旧选择更深的粉棕色作为眼窝加深，然后选这块橘棕色加深下至第三排是加深眼线色，也能看到明显的中性黄调和橘调。所以总结这一盘，除粉质非常好以外，对于单一肤色来说不是没有废色。我作为黄皮用中间三块黄色就非常容易显脏，除非是化妆师才能用到这个盘子里所有的颜色。好了，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